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个数列啊，他满足了这个关系啊，那么他们说这个数列的第十项是等于多少？好，现在的话哈，他那个前 n 项哈，前 n 项的话哈，它的之间的关系满足这个关系嘛？那现在的话 ，n 减一项应该满足什么？就 a 一加上二乘以 a 二，一直加，加到呢 n 减一乘以 a n 减一，这样的应该这里带多少？因为这个到达 n 的话，这里是带 n 嘛，这里到达 n 减一的话，这里应该带多少 ？n 减一的平方。n 减一加一的话是 n 平方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一减下来，减下来这些通通消掉了，把中间这个也消掉，剩下这一项，就得到多少 ？n a n 哈，这个的话减下来 ，n 平方可以抽出来了，它乘以多少？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，这个减这个是二，这个加这个是。二 n 哈，这个加这个二 n 的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是等于那个 n 可以约掉 ，n 约掉，所以就得到呢 n 哈等于四 n 的平方。那这样的话给它代十，代十就四乘以十的平方，所以是四百。